各位，让你们失望了。今天是你们的 lucky day。为什么他这么一说，我真的有点失望。我也有点怕。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收工了。我觉得这第一期可不可以拜托你开个好彩头？我昨天晚上来之前把那个灯擦了又擦，擦了又擦，万丈光芒。今天很热，我本来穿一个 T 恤，你知道吗？我买了新的 T 恤，然后后来临出门的时候换了，因为那 T 恤不吉利，上面印了个狗头，我就给他换了，结果还是这样，结果还是这样，狗头，好吧。